交了定金，买房仅仅一周就起了变化。他爸打电话告诉我，他们不想卖了。电子转账能否成为凭证？因为当时双方又没有签合同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法官如何巧断案？因为合同具有相对性，那你们这个定金合同约束的就是咱们本案的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买房惹来闹心事儿。小李今年27岁，是一家建筑设计单位的职工。去年小李和家里人商量，打算买一套现房，于是就在网上看起了房源。很快他就看上了一套房子，这个房子也在我们单位附近。无论是小区环境还是交通条件，小李都很满意，唯一一个让他不满意的是房屋的价格。当时这套房屋面积大概有120平方米左右，售价是80万元。小李为了降价，便托人四处打听，很快就找到了这处房屋的房主王女士。双方先在电话里聊起了买房事宜，约定好2019年5月4日为看房日期。他们两个人，我们这边是我和我妈、我舅舅还有表妹他们，去看一下，也是想去看一下这个房子到底可不可以，那是可不可以买。因为王女士的房屋已经装修完毕，里边也有部分家具，直接拎包入住不成问题，所以小李一家对这房子十分满意。下一步就是商量价格了。价格的话，当时他们说是80万嘛，他们那边就问说能不能再低一点，再低1万块钱，因为看起来都认识，然后就说那就便宜点，然后就最后说是给便宜1万块钱，就79万。王女士这边十分爽快，小李那边也诚心要买。看房还不到半个小时，双方就谈妥了价格。当时谈的说是签合同的时候他给我们付40万，然后等到这个，因为我们这个房子是还没有办下房产证来，是说改名的时候，然后他把所有的尾款全部付清。对于王女士这边提出的要求，小李一家也可以接受。紧接着小李为了表示诚意还提前付了定金。当时也没有纸笔嘛，然后就问这边要是不是要可以付一下定金，他说就付一下吧。然后当时我就是支付宝里正好有7万块钱，然后就先做把2万转给他，然后也备注了一下定金，把我的支付宝二维码给他了，然后他就扫了一下给我付了一个2万块钱。前后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双方呢就达成了买卖意向，而且小李也交付了购房定金。王女士这边要求40万元的首付款需要在一周之内付清，房产买卖合同呢也会在一周之内签订。接下来的时间里，王女士这边呢起草房产买卖合同，而小李那边啊去筹集款项。很快王女士就给小李手机上发来了起草好的房产买卖合同，但是小李仔细看完这个合同就发现呀，这个合同好像不太对劲儿。定金呢他就说是他们反悔了以后不用，只要退还我们2万就可以，然后我们反悔的话那2万就不退我们了。记者看到王女士这边起草的房产买卖契约第9项违约责任中写道，乙方中途违约，乙方不得向甲方索还定金，甲方中途违约，甲方应在毁约之日起30日内退还定金给乙方。这其中所提的定金正是小李使用支付软件付给王女士的2万元。看到这样的契约，小李不认可。他主要就是对这一条他觉得不满意，然后我们双方就又经过这个协商，前前后后这个合同改了3次。最终房产买卖协议拟定好了，违约责任也改为甲方中途违约，甲方应在毁约之日起30日内双倍退还定金给乙方。除此之外的其他各项双方均一致认可，就暂定2019年5月12日签订房产买卖合同。然而就在小李满心欢喜等待第二天签订合同的时候，房主王女士却说房子不卖了。他爸打电话告诉我他们不想卖了。这下小李一家傻眼了，他们觉得自家把款都筹齐了，对方这样的做法
就是不讲诚信。然后后来家里边人就知道了，就知道我们要卖这个房子，然后他家里人就不同意。商量了一周的事儿，哎，就这么被放了鸽子。这鸽谁啊，也是一肚子的火。小李说了，就在打算啊买王女士的房子之前，他曾经在另一处地产商那儿认购过房子，后来呢又看中了王女士的房子，他就着着急急的啊把那个认购的房子给退了，而且呢还不惜损失利息，从银行账户里取出了50万左右的定期存款。就在打算交付王女士的时候，却被告知呀这买卖黄了。王女士呢也是一直在表达歉意，也退还了小李交付的20000元的定金，但小李啊依然是难以释怀。他们觉得不能只退这20000块钱，应该是按照法律条款应该双倍返还，但是其实对我们来说，他们就想交一个诚意金，就是想表示他们愿意买我们这个房子。那可是因为我们这儿有了自己内部出现一些就是意见不一致，不同意不能够买这套房子的时候，那我把钱退给你，咱们这事儿就了了。王女士觉得她和小李的房产买卖合同还没有正式签订，只是一个口头形式的约定，所以小李拿着房产买卖合同里的违约责任说事儿不合理，双方的交谈不欢而散。2019年10月，小李来到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起诉了房主王女士。怎么那忽然就反悔了呢？感觉这样的话不讲诚信嘛。小李的诉求是王女士双倍返还购房定金以及违约造成的损失5000元。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从未签订过任何书面形式的协议或者收据，支付宝转账的方式不能认定为是书面形式，而且双方的协议仍未签订，仍未生效，预定金与定金概念不同，所以原告主张购房定金双倍返还证据不足，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依法不予支持，违约造成的损失未举证证明，法院不予认定。最终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小李的诉讼请求。肯定是觉得这个法院的判决不太合理嘛，然后我们就准备就去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二审嘛。小李觉得自己给王女士从支付软件转账的时候特意备注过这个钱呢是购房定金，而且王女士起草房产买卖合同的时候呢也认为这笔钱呢就是属于购房定金的，所以啊她依然觉得自己的这个双倍返还定金的诉求是有法律依据的。一审法院这样的判决结果呢他不理解。随后小李来到了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上诉。那么二审法院啊对这起案件又会做出怎样的判决呢？电子支付方式是否属于书面形式的合同？二审认为书面形式包含着以电子数据等方式载明的这么一种，也是一种书面形式。定金与定金一字之差却大不相同。那我们认为他这个20000块钱就是表示他的诚意，并不是说就是宝盖头那个订立合同这个就是说就定把这个事儿给定下来，确定下来这个事儿。买房惹来闹心事儿。2020年1月份，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这起案件。小李的诉求是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承办法官焦英琴仔细了解了一审庭审时的整个过程，对于这起案件他有了一个新的角度。因为合同具有相对性，那你们这个定金合同约束的就是咱们本案的上诉人和被上诉人，那我们约定好这个给付定金以后，我就是为了确保之后咱们两方的买卖合同签订，买卖合同签订不成那就视为你违约，我们重点就审查这里。二审法官对于小李上诉的事实与理由需要更加仔细研判，并且对于一审时认定的事实法律的适用也要进行全面的审查。在小李与王女士的房屋买卖纠纷一案中，王女士依旧不认可小李支付的20000元应该双倍返还。
支付宝转账的时候，他备注说是有四个字叫购房定金。其实我当时根本就没有看到这个字，说实话，如果我看到这个字，我可能收款呀什么的，我可能就会更慎重一点。随后小李给我们演示了一遍转账当天的情况。首先，房主王女士出示了自己支付软件的收款二维码，小李扫码之后填写了转账数额20000元，并且添加了备注信息购房定金。对于这笔收款，在支付软件的账单中也可以进行查询，并且可以看到购房定金字样。经我们法庭停下之后呢，我们也每个人进行了一下实际操作，就是说，可能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说这个支付宝放在这里，对方转过来，我就视为什么都没看见，那这个你就说我不知道。但是确实是在每个人打开我的账单，然后那个详情里面，咱们是都可以看到每一笔钱过来备注的那个详情是什么，是可以看到的。法官认为，交易当天，小李给王女士转账，王女士就在现场。交易后十余天，王女士进行了退款。这么长一段时间，如果王女士说不知道，或者说没有看到，这是不符合日常交易习惯的。因为当时双方又没有签合同嘛，当时就是在场，他觉得看中了我的房子，他给我付了20000块钱。王女士觉得，他们买卖双方自始至终没有签订过书面形式的任何合同，所以这20000元他并不认为是定金。按照法律的规定来说，定金应当以书面的形式签订。二审认为书面形式包含着以电子数据等方式载明的这么一种，也是一种书面形式，而不能将书面形式局限于我们这种纸面的这种形式。也就是我给这20000块钱呢，就是为了确保之后的书面的房屋买卖合同的签订，我给的这么一个立约定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的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承办法官认为，这20000元小李已经交付，所以小李与王女士双方的定金合同其实已经在房屋买卖合同之前就已经成立并生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5条，当事人约定以交付定金作为订立主合同担保的，给付定金的一方拒绝订立主合同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拒绝订立合同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在我们签订合同的时候呀，经常呢会出现定金和定金这两个不同的定字，虽说这两个字的读音相同，但是呢一字之差，其意思呀就差之千里了。定金具有双向担保作用，有惩罚性，而言字旁这个定金呢不具有担保的作用，这个呀是可以退还的。现在不管是言字旁的定还是确定的定，仅通过这个录音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给你辨别出一定是什么。然后我们从他们几版的这个房屋买卖合同当中呢，他们有一个条款就写的是定金，确定的定的这么一个定金，并且约定的就是说这个定金是计入到咱们这个房款总价当中的。那我们结合之前的这个电子凭证认为说购房定金是难以通过被上诉人的这些录音资料进行推翻的。最终法院判决被上诉人王女士双倍返还上诉人小李定金共40000元，已退还20000元。由于小李的违约赔偿诉求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所以法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收到判决书以后，他对这个判决还是不能太理解，然后他又向我们进行了申诉，就是一个再审的申请。被上诉人王女士现在已经将剩余的20000元交付到了法院的执行账户，不过呢，他又提出了民事再审请求，目前请求正在审核当中。其实啊，在买房过程当中，可能大家呢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口头承诺一定要保留证据，一旦发生纠纷，这个呢就是你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依据。其次呢，还有两个法律的小知识，再次总结给大家。
电子凭证也是书面形式，而定金和定金大有不同。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个买房引发的纠纷。这个案例当中的当事人和小李的情况呢还不太一样啊，他买的呢是开发商开发的期房。晋城市的温先生今年34岁，他梦寐以求的就是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2013年，温先生在晋城市桂明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认购了一套房屋，并支付了首付房款30万元。没想到就在同年年底，这家房地产公司就不干了，把项目转移到了山西德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比较焦躁，不知道是什么情况。2014年12月，又和德源房地产开发公司签了房屋的项目认购书。随后，新的开发商与旧客户一一签订了商品房认购合同，温先生总算放了点心。然而没过多久，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过了很长时间，发现这个项目也没有一直开工，过去看了很多次，但是也都没有动工的样子，工期进展非常的缓慢。新开发商来了，合同也签了，可看到建房工地效率缓慢，迟迟没有什么新进展，温先生又着急了。等到了2015年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样子不太可行，于是找到他们想要退款。每次都是口头和他们进行交流，让他们退款，但是他们每次都拒绝了。2015年、2016年，温先生先后3次向德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索要首付款项，还提交过书面申请，但是却被告知无法退还。温先生只好耐心继续等待。等到了3年以后，大概在2019年7月份的时候，我的银行卡里面突然多了很多的钱，当时也非常奇怪，怎么会突然多这么多的钱？经过核实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是德源绿洲开发商他把当时那部分款项退给我了。可能大家会觉得温先生啊，终于是如愿以偿得到了自己的退房款，这应该是个高兴的事儿才对。但事实呢却恰恰相反，温先生十分生气。为什么呢？还是因为房价的波动。温先生是在2013年购房的，2019年被退款退房了。这6年时间里，房价涨了，但温先生的这30多万元首付款，还是30多万。这个损失怎么办呢？现在拿着这笔钱再去买房交首付，那肯定没有当初合算呀。怎么办呢？温先生呀，去法院起诉了。首付款交付6年后被退，当年的合同算不算数？我对这个判决并不服，所以我就向晋城市中院提起了上诉的请求。二审提供旧证据，他又有无正当理由？那你二审才拿出来这个证据，所以这个案件可能会拖延，对双方当事人也都是一个诉累，然后对司法资源也是一种浪费。买房惹来闹心事儿，温先生来到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起诉山西德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求就是让被告公司继续履行合同，向他交付当初认购的房屋。2019年10月，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经审理，法院认为温某与房地产公司签订的商品房认购合同属于有效合同，温先生支付购房款后又提交了书面退款申请，后房地产公司将款项退还，应当视为双方所签合同解除，双方的权利义务已经终止，判决驳回原告温先生的诉讼请求。我对这个判决并不服，所以我就向晋城市中院提起了上诉的请求。随后温先生来到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9年12月份，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面对一审这样的判决，审判法官十分慎重。单看一审判决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很清楚的，这是一个合同解除，一方已经书面提起了这个解除合同的申请，另一方呢也实际退了款了。但是仔细一看，发现一个申请解除和一个实际退款这两个行为之间相差了有3年多，大概是3年多的时间，所以我们就感觉这个好像不是一个普通的说达成合意的合同解除。
意识到案件的复杂，承办法官李然再次对事实部分进行了核实。温先生的购房经过还得从2013年说起。他是从之前的一家开发企业团购的这个房子，然后团购没多久，这家企业他就是老板就突然病故了，这个项目就等于说就弄不成了，就放到那儿了。放到那儿了一搁置呢，然后呢他的儿子吧也找到我们，包括他们当时组织团购的一些组织者找到我们，就是说我们也就是和村委也谈，就是要接手这个项目。德源房地产公司承接楼盘后准备售卖商品房，并且与温先生这部分旧客户重新签订了新的认购合同。由于交接手续办理缓慢，所以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迟迟没有办理下来。到了这个2014-2015年这段时间，正好进城的市场也不好，房地产市场不好，房价一直在降，所以说业主的心态也起了一些变化，他们就提出了意思，好像就是你房价也降了，你是不是修不起来了或者怎么样的，那我还要回迁房吗？该地产项目首先修建的就是回迁房。温先生看到回迁房进度快，就在2015年提出要将自己认购的商品房置换成回迁房。我们就联系了这个村委和村民这边，给他们牵线搭桥吧，就是给他签了些手续或者什么，这些都办妥了，也跟这个他们买回迁的这个村民也就完成了交接，也补了尾款了这些东西。但是温先生没有来。买回迁房的话就相当于是又要多加一个车位，那这样的话我就又得再往进去补钱，我就不敢付这个钱了。地产公司说2015年8月公司根据温先生的要求从中协调，让温先生与案外人苗师傅成功的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置换之前温先生所认购的这套商品房。2015年11月17日，温先生呢也给地产公司提交了退房申请。地产公司本以为温先生你不已经达到自己的目的了吗？可没想到温先生和苗师傅之间的这个协议呢并没有履行成功，这个事情也就被搁置下来了。2019年4月，地产公司取得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温先生本以为对方呢会和自己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但是呢，地产公司却根据2015年温先生提供的这个退房申请，把这个款项给温先生退回去了。对于地产公司这样的说法，上诉人温先生在二审开庭时又提供了两段在一审的时候没有提供的证据。是在11月份又重新说那我还是要退款吧，我就不要回迁房了。然后这两位工作人员法定代表人也是回答得很明确，就是说那这个房子要退是不可能的，不能退房。温先生向二审法院提交的录音用以证明他曾经在提出书面退房申请后又提出过两次退房退款，但都被开发商拒绝，这也就意味着双方的合同没有解除。那么既然合同没有解除，2019年的时候开发商又为什么要单方退款呢？合同究竟解除没有解除，开发商直接去退款这个行为实现了合同解除的目的了没有？现在你来退款，我可以理解为是你以行动来向买房人发起了一个协商解除的意思，那我也可以拒绝，就像开发商当初拒绝买房人是一样的道理。上诉人温先生在提交书面退房申请后又提出两次退房退款，被地产公司明确予以拒绝，也就是说双方并未就解除合同协商一致，所以合同仍然有效。地产公司单方面退款违背商品房认购约定，不能产生解除合同的效力。最终法院判决山西德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继续履行与温先生签订的商品房认购合同，由山西德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依约通知温先生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就是按照这个法院判决的继续的跟他这个履行他那个认购协议，然后通知他来签商品房买卖合同。我们已经通知他了按照这个履行。目前被上诉公司正在依照生效判决履行义务。其实这起案件两次审判结果不一，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
上诉人在一审时没有完全提交手里的证据，而这一证据也是二审采信后作出判决的重要依据。可能这个案件 不需要上到二审，一审就已经全面的审查这个事实了，那你二审才拿出来这个证据，所以这个案件可能会拖延，对双方当事人也都是一个诉累，然后对司法资源也是一种浪费。逾期举证在法律上是要接受，如果你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话是要被训诫或者罚款的。法官是中立的裁判者，他们对任何一个案件依法作出判决的时候，首先肯定是要保护应当依法保护的权益，规范双方的行为。任何一个案件都有胜诉或败诉一方，败诉一方不能单单看到利益受损，而是应该反思自己的行为为什么不被法律允许，以此来规范之后的行为。我们要用法治思维判断事情的是非曲直，这比只看判决结果更有价值。